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直播间家人们。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25届零基础一考生的形体课。正面看看，正面有啥看的？干什么？感谢关注。哎，投师学艺来了，你可以直接来林业，想学啥都能教给你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直播间，家人们。酸爽，招培呀！对，女老师手机不够大。好多动作完成不了，感谢关注。感谢关注，欢迎大家。感谢关注，点点赞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家人们。看等会哪个会哭。感谢关注，这不是在看吗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！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。感谢关注，咱们把赞冲一冲，好不好？
小赞点一点。每天为大家直播艺考生的日常训练。现在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二五届零基础艺考生的专题课。这些都是零基础孩子的开肩练的怎么样，老师？开肩什么意思？老师练的怎么样？手拿把掐呀、啊。关注点点赞，这啥造型啊，这是不放暑假了，不放集训，哪有暑假一说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你好，阿姨，你又来了，闲着没事儿。那个真闲，感谢关注。为啥这么造孽？啥意思？疼吗？你过来试试呗，你不是也学过吗？看着点，撕腿那不正常吗？感谢你的关注，压腿撕腿，疼不是正常吗？舞蹈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机票，感谢。你不是学的画画吗？讨厌数学题。说你不是觉得画画吗？还是我认错了？学几年啊？感谢关注。立个半死，跳个毛都太疼。哎，一看你就成不了大事。哎呀，别不是男的，对，木讷老师，就业老师，师范类，可以一直跳下去，不舍得孩子受这苦。
那你当家长的不愿意受这苦，那你孩子也吃不了苦。需要举行过艺术社的什么晚会，元旦晚会，你走美术的时刻，二老说你还是去走你的舞蹈，还是舞蹈好，那那是要免费劳动吗？需要呀，来吧。点我头像那个地址，有多少来多少。人路不通。不懂我的意思。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就是父母。小时候学的，我以为你现在学的。这个图书确实有点高。当个兄弟班也行。上大学以后参加个社团还是可以的。太夸张了，这都很正常，你只是没见过。先回复组织了，不会的。感谢关注。剑桥吗？八零五幺六说线条好看。对，张老师暂时在外学习呢。这个耐受程度都不好。吓我一跳。
那肯定啊，你想魅力你还不付出点什么，哪那么容易。声音关了，感谢关注。对，哭随便哭，喊随便喊，但是不要抵抗。这老人眼中有点夸张，很对，跟那个医生一样。张明然，看张明然的对面呢。他们也在撕腿，等一会儿把他们过去，咱把赞点一点好不好？把赞充到五天，我们去对面看看。这边播完了再去对面。感谢关注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S 多久？30秒。贴地了，脚已经贴地了，换衣服扔出来了，一直在我后边。上那边去，这边经常会好。感谢关注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直播间家人们，看轩轩，轩轩是谁啊？感谢关注。
欢迎大家，感谢关注。咋了？咋了？昨天健身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已经说了。昨天健身的时候，那个老板说了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关注。还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，把赞冲一冲。每天为大家直播艺考生的日常训练，现在给大家播的是我们二五届零基础艺考生的形体课。关注看，1000多人都是来看我的，逼的。我给你点杯咖啡。玩儿呢，玩儿会玩。安全。龙哥，你之前收获了一个粉丝呀，你知道不？有个辽宁的，他问我你叫啥？你这铁亮黑。我说这是我们龙哥，他每回来都是龙哥在哪儿，龙哥在哪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还是个大哥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这个小哥哥好温柔。又有人讲你了，这个小哥好温柔，他不温柔。我可温柔了，学生状态就是。不是，我都刚从那上前一天就来了。你好。感谢关注。好的，非常好。傅梦然。出地了已经。
骗抬了三十，抬个女手包，然后骗这两天现在就没人抬。感谢关注，有点像。是吧？哎呦，笑啥呀？哎呦，好了，开始旁腿了。这个女生很搞笑，这个女生，但是她是喊归喊，但是人家是继续做。疼谁都会感觉疼，但是就是那种疼，但是你还把这件事要做下去，那才是有本事。第一次你不是跟猫猫说的啥公司了？之前因为我去看你了，不知道咱说啥，我不跟你说结婚了。我给你说的对呀。今天包丝的。这个老师压的比王老师轻，也不轻，没有轻那一说，只是说情绪价值给到位了。这老师话有点密，我懂你，好，师生一座心。压个男生，男生的专业功课在下午。欢迎光临林业舞蹈直播间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是吧，点一点关注，送个1毛钱的粉丝团，谢谢。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话多密，感谢关注。好了，到张明然了。哪儿龙哥？这个老师压的比王老师轻。走吧。快了哟。走。这个孩子的家长在，等一会儿吧。你怎么知道王老师？今天发，每天都发。你是他们的同学吧？电包没电了，龙。来了奶牛，感谢南诏武行同行送来的小心心。电宝没电了奶牛啊，你现在才来哦，这一会儿手机过热了。
关注。刚才那边是龙哥，看看这个老师。赵景涵。这是你找的龙哥不是？你的龙哥，感谢关注。律师，弄文明一点不能。感谢关注。整点饭主啥意思？不行了，手机开始过热了。整点饭吃吧，什么饭车，我的妈，这字让你打的。这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了呗，这小生活挠一下就上来了。去吧去吧，可凉快了！你看现在多少度啊？完了，包不了了！完了完了，包不了了！太热了，中午那是32，很好。那我们准备下播吧。电网没电了，今天这个散热器没法用了。真爽啊！河南那边天天下雨，吵死了。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对，非常感谢。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。没有点个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现在就要下播了。哼，对，我感觉北京干，北京真干。你不是东北的吗？欢迎大家。你是不是第一次进去？
今天就播到这儿。充电宝没有电了，你们看这个是不是画面有点卡？太热了，已经提示我了，对不起大家，今天没有弄好设备的问题，对不起大家了。我们下午不行，下午我们播一会儿。把这个充电宝充上电，它没电了，这散热器都没用。感谢关注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我们现在就下播了，拜拜喽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好了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，每天同一时间继续为大家直播。好了，大家再见。